今天来个大血肠，你看这血肠够粗呀，盛块糖。特别特别香，都是猪血。继续做红烧排骨，酱料挤进去，翻炒，加水，出锅了啊，放点青红椒，翻炒一下。红烧排骨出锅了，瞅瞅色香味俱全，瞅瞅这排骨真好，嗯，真不赖，嘎嘎香。嗯，你们做出来的颜色也这样。不赖。螺蛳粉馋这一口了啊。嗯。哎呀。嗯。给你们挂上小吃啊，有馋的，有家里没货的，你直接下单就行了啊。嗯，妈，煮点小肥牛。给我拿一下勺子，老公。嗯。放点鸭肠子，嗯，后边站着，帅气的老公，小名狗娃子，嗯。你要生个儿子不得叫狗蛋儿啊。嗯，特别爽。可以，名字挺好的。哎呀妈，太鲜了。八包螺蛳粉送一包高配版的螺蛳粉，360克的带螺蛳肉的，一共花9刀。嗯，好吃，我们吃3年了这个口味。你都吃完了，
正好吃。榴莲，今天是父亲节啊，祝所有的父亲都健康平安快乐。太好了，买了我最爱吃的榴莲。看看几房肉，哇，哎呀妈，有点小，这个符合我老公。一房，哇塞，这个大，这个符合我。妈呀，这个太大了啊，这个像个大元宝。今天是父亲节啊。我知道。然后这是第三房，为什么梆梆硬啊？这没熟吗？没熟为什么都开口了呢？没了，天哪，就没了，就才三房肉啊。一二三，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，你吃吧你吃吧，你吃你吃你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妈，这个买亏了。哇，这妈呀，肉还挺多的。这么小的口，这么小的口，这个吃苹果一样。看到它的缝隙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真的很奇怪，这有个缝，但是这是实心的。妈，不仔细看，真的看不出来。四房肉是吧？对，吃干净。哎呀，妈呀，这个有点发硬，吃苹果一样。掉了，壳是真小。这个梆梆硬，这应该是没熟，对吧？这特硬，吃啊！别看着我，你看，给我买的榴莲，老铁。我说给我买的。你买榴莲的时候不是说跟我买的吗？没有啊。